小金，你忙不忙啊？是嘞，早饭都还没发信息。那是老虎好不好？啊？老虎啊？可以。要拍吗？那个白色衣服吗？买的呀。你买的？对呀。天哪，真不一样啊。有没有闻到有香的味道？身上。这手机壳是我们打的吗？对呀。哇，谁粘边粘那么好？是你打的吗？就是你打的。你要给他发视频吗？对。哪里的？土耳其。又是土耳其。要不我去给他看看。那些衣服就是摆着的呀。